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本期视频是来自北京的一位驴粉在我们家定制的一款 NGH9 全市海底房主机。 CPU 呢，这次给他选用的是13代 13700K 三片，主板嘛来到了 ROG 的 Z790-A 吹雪 Game WiFi 第5的板子。内存呢，这次选用的是红旗的 6800C34海力士 A 代颗粒，是6G×2的套条啊，并且也加装了定制内存风扇，给它实行超频。水冷嘛，因为要超频，水冷不能差。82G 里的 E360 自带小屏幕，颜值和性能，包括散热性能都是拉满的。显卡这次来到了 ROG 的4090白猛禽，来搭配这套白色的主题，这个大板砖已经是无敌了。固态这次选用的是三星的990 Pro ETB， 然后电源。保证省级的一个稳定性供电啊，六位超频嘛，雷神二代1200瓦钛金电源，并且加装了一套白色的定制包网模组线。吉祥的风扇呢，全部是上了10瓦，联力的金木三代白色，冷排也给它进行加汉堡处理。OK， 接下来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装机。Perfect, perfect, perfect.